所在京江好媳妇，一嫌弃女儿周一佩抱不平。反社自郑重音脸书记者林南古台北报道，三立八点大戏京家好媳妇这几天剧情锁定黄少琪跟韩女有情人终成眷属，一直暗恋黄少琪的周一佩非常失落，他的母亲郑重音不远看到女儿得不到心爱男人，处心积虑破坏韩女与黄少琪。有网友太入戏大骂郑重音全家死光光，郑重音公开网友不理性谩骂，反射自郑重音脸书遭冒哭笑不得的郑重音无奈在脸书公开这名网友不理性留言，网友怒斥郑重音内容如下：坏女人也太多，当心报应在自己跟家人身上，会全家大小老少及父母全家死光光。我对于网友入戏太深，郑重音超无言说：谢谢你让我知道我演得很好，但无端伤及我的家人，就请为自己言论负责了哟。网友纷纷声援郑重音，认为不该入戏太深。反射自郑重音脸书，许多网友也替郑重音抱不平，就算太入戏也不能诅咒人家，真的很有事。郑重音随即呼应：是不是？该名网友更加骂说：这表示你演得太真，所以他无法自拔。